希望我哋都能够话去救我哋周围嘅，唔好怕。其实你怕，哎呀，我讲出嚟，人哋知道我系基督徒会笑我，周围嘅人都知道我系基督徒嘅，但佢冇人笑我，冇一个人话哈哈哈喺度笑，牧师你讲啲咁嘅嘢，咁嘅嘢都好信嘅咁，从来冇一个人咁同我讲过。佢全部会问我问题，并且佢哋系有种尊重嘅，好特别嘅，即系你越系有信心，人哋越尊重你。甚至有啲人见到我鞠躬啊，牧师咁啊，即系佢咧，佢会同你讲，你信耶稣，但系佢自己又唔信啦。佢话你信啦，信啦，对你好嘅咁。你真系信耶稣嘅时候，周围嘅人会尊重你，因为你有信心，我所信嘅系真嘅，我系神嘅儿女，我有呢个特别嘅身份嘅。当我哋知道呢世界会有先兆，咁审判系点嘅咧？审判是根据我们的行为。约翰福音5:28，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咁呢个讲到呢，就根据你系唔系乜嘢啊嚟到审判啊？根据你系唔系咩啊？行善因为作恶嘅。如果你系行神嘅路，譬如你话我信耶稣，不过我从来都冇用我嘅恩赐，从来都冇话俾人听嘢关于耶稣啊，我已经全部将佢收埋得好稳妥啦，耶稣啊，我嘅所有嘅恩赐已经藏晒喺个夹万里面噶啦。嗱，呢个系一个机会，你知唔知啊？而家系一个机会。不是时时有这个机会的，在这个礼拜的人还在说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们圣经一早说了，这张纸是给你传福音用的，这张是不是圣经里面讲了这些经文，你就可以给他看了。这些经文圣经讲了的，是提醒我们将来有审判的，真的有世界末日的，是真的有神的。那如果他说是不是真的，那你又要预备好了，你懂得答他了。那然后我有 DVD 给你们，是要来做什么呢？给他们嘛，可以送给他们嘛。你就是怕所以不敢给人，但其实你可以给人的，求主耶稣帮我们真是行善的复活得生，你可以在这个礼拜去做，去见证耶稣的。那圣经也有很多其他经文讲到，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即是圣经讲到是根据你所做的来到受报应的。 那你说哎呀我做得不够好，那怎么呢？你就求耶稣赦免你，他就真的赦免你呢。你就即是你不要计较以往我怎样失败，我没什么力量，我什么都做不到，我呢还很多时犯罪，你就求耶稣赦免我很多时犯罪，现在开始不要犯罪。其实可以的，你如果想大大侍奉神，你一定要离开罪，因为你在最终你的心有内疚，你会胆怯，还有你不会有强烈的神的同在的，你的心里面没有力量的，你不会有大的喜乐的。当你有神的生命，你就时时都有喜乐去见证耶稣的恩典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预备好，都行善，将来复活得生。好了，那跟着最后我们就会主耶稣被从基督徒一起被提，我们一起读下。复活后我们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帖撒罗尼迦前书4:16，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咁要讲到耶稣回来的次序啦，这个是我们盼望的日子，就是主耶稣亲自在天上降临下来，跟着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宣告这个是世界末日。当你听到这句声音的时候已经是太迟了，不过有号筒有七次过，这个七次第七次吹响，圣经又讲到七个号筒，那我不知道七个号筒是怎样，圣经也讲到有天使报信息，也有传道人很有能力的，有两个见证人是作见证的，但你不要等到那时候，因为我应该在这个时候做好准备，即是会有很多次的警告告诉人耶稣要回来，但是到天使长说主耶稣回来了，是太迟的了，已经信耶稣是太迟的时候。有神的号吹响，这个神的号同活赐吹响的时候，跟着呢死人就脸不隆就出来了，即是那个情景我相信都是一个很伟大很特别的情景，见到很多人，如果你是信耶稣你就很欢喜快乐，但如果不信的人就会很害怕，哇原来是真的，真是我们要审判的。
跟住咧，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跟住咧就，我哋就会同佢一齐复活。之后咧，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讲到改变形象啦。就跟住我全部咧，哇！望下，即刻靓晒。一望下隔篱一个基督徒，一睇就知道佢系信耶稣定唔信耶稣啦。咦，嗰个仲系咁丑有嗰个系冇信耶稣。一信耶稣即刻哇，全部整个人变得好完美。你见到我啲头发全部生翻晒出嚟，全部咧个身体都好健康嘅，全部身体咧再所有嘅残疾全部冇晒。跟住咧，我哋就改变形象，发光嘅，好似耶稣咁样。哇！哇！你嘅面发光嘅，跟住佢话你都系噶，咁啊最开心啦。当你一望嘅时候。如果嗰日啱啱係我哋聚會啊，我哋唔知仲有冇聚會。如果嗰陣時啱啱聚會，跟住耶穌翻嚟一望，咦，有啲變，有啲冇變，咁啊，其實幾恐怖啊，係嘛？希望你係有份，你點樣有份啊？變咗。點樣有份變啊？信同埋信從。信同埋信從，一定係信耶穌同埋跟從佢，去使用神俾你嘅生命同埋恩賜。你使用嘅時候，你一生人，你估你帶唔帶到人信耶穌啦？你估你帶唔帶到啊？依話一生人我帶唔到嘅咧，我係帶唔到嘅，我係整定帶唔到，會唔會啊？冇一個人冇可能，如果你一生人全部帶唔到一個人信耶穌嘅，甚至你喺今年今個月你都可以帶人信耶穌嘅。但其實我哋去努力一定會做到。嗱，我呢幾日咧，我同阿 Shu Wen 打電話，佢又因為翻工翻唔到嚟，但係咧佢有個心好好嘅，佢真係好好。佢對耶穌真係有心，佢亦都佢自己佢話試過一幾日咧病喎，佢病嘅時候咧，佢感覺到佢有祈禱喎，佢感覺幾日咧好特別嘅感覺，佢話成個人輕飄飄咁樣，好舒服嘅。咁佢就問阿文賢關於呢件事，咁就話佢嚟咧可以更加經歷神，咁佢嚟到覺得好舒服，祈禱好舒服。佢話：但係我而家唔係時時係咁。咁我話你想唔想啊？佢話我想。我話你就係要睇聖經，你要祈禱，你盡量求主耶穌俾你一份工，可以星期日翻到嚟聚會嘅。咁我就話俾佢：你喺堂埠，你可以堂埠走去我度去探我，我同你祈禱喎。咁我就同佢講：你可以嘅時候，當你放學嘅時候，你就去我辦公室，我就會為你祈禱。喺我放工嘅時候咧，就可以同佢祈禱，去祝福佢。即係我睇到 Shu Wen 雖然佢翻唔到嚟，但係佢有呢個心啊。即係有啲人佢係因為有啲原因翻唔到嚟，我哋都為佢祈禱，神去祝福佢。嗱，我哋每一個人其實你都會發覺有啲人真係對福音有回應。冇回應啊！你都繼續幫佢，有回應啊！你更加努力去幫佢。到嗰日係好歡喜，你見到將來你帶嚟信耶穌嘅人係好多嘅。我哋求主就係呢個教會將來成為一個祝福好多人嘅地方，你想唔想啊？你可以嘅。當你睇到呢啲，你係咪麻木呢？你係咪麻木緊啊？而家冇乜感覺啊！死咪死咯，幾萬人啫嘛，幾萬人之馬，幾多人啊？你知唔知？好多人噶，嗰度係好多人死咗噶，好多人即時落咗地獄噶，係好恐怖噶。但係如果我哋去救人嘅時候，我哋用呢個機會可以救到更多嘅人，比嗰啲落地獄嘅人更多嘅。如果基督徒全世界基督徒都作見證咧，並且我哋上網話俾人聽，耶穌快要翻嚟，我哋可以，你知唔知你自己可以錄啲 video， 你中意擺上網。你雖然我錄得唔係咁好啊，唔緊要啊。揀個最好嘅，講一分鐘，上去話俾人聽，哇！耶穌快要翻嚟，多啲人上去講嘅時候咧，你係會影響到人嘅。我係求主幫我哋，對呢個而家嘅災難有回應，會真係第一清楚你得救，你清楚得救未咧？你又未得救，你耶穌救我啦！我真係要跟從你，我真係要將來我係被真係咧，耶穌你將我復活嘅係榮耀嘅身體嘅係真係耶穌話你係有良善有忠心嘅仆人。你想唔想啊？係少少想定好想啊？好想，好想。當你好想嘅時候，你就要努力嘅。所以嗱，你考試呢、這個禮拜考試咧，考完試有嘅時間，你就可以嗱。雖然我知道你翻 summer school， 但係總之你喺暑假點都有啲空檔嘅。如果你話俾我聽邊個禮拜係得咧，我會同 Team Challenge 講多啲去，你就可以多啲去經歷神，去睇到神嘅工作。你有信心，當你越見到多人經歷神，你就話我都可以。我就個目的就係你都能夠。當你有呢個心嘅時候，你話神啊祝福我，神就會大大嘅祝福你。